我妈是要我们跪着擦地板的那种，不能用拖把，她说不干净，就跪着用抹布擦地板的那种。我妈就是礼拜天就是我们全家的打扫日。3, 2, 1, action！今天这一首单曲叫做《心灵的冒险》，然后跟我的心灵就有一点双关语的意思，然后是自己的心灵的心灵讲，然后是由陈珊妮老师帮我特别量身定做的词曲，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变化，所以就在心灵，举办一种世界各地的神游各处的一个心灵的冒险，所以今天在这个场景，各个场景、各个角落都有我心中的各个世界。门中等一下，等阿达在说大家正不正？阿爸不用再好，你刚刚说蛮重的哦，现在跟我说有一点重，真的蛮重的啦。很难控制，又有点重，还不到，太重太重，而且我现在这边超酸的，我就是想出国，想好来，想疯了。头发，头发。来，口才。导演刚躺进去的时候，他也是有啊，他也是有那个，对，那个也凸出来啊，凸出来，而且凸的蛮严重哦。对对对，坐正，坐正，真的要凸出来才有办法握。没错，因为他靠那个背力量往那边撑。对。Action！ 需要去整骨。啊，稳定啊。明天就是整骨。就最累的就是刚刚要塞进行李箱，我一度塞不进去，因为我的那个鞋子很厚重，所以脚没有办法去。后来当然塞进去，我想说不可能，那我一定也可以，然后就塞进去，就可那我应该我又还要顾及表情，然后还要拉那个行李箱，飞飞飞过了界限，让我们飞去高雄吧。5月29号，高雄巨蛋见。